百度的歌。今天的屏幕怎么这么快？哎，对耶，好大哦！我现在发现，好宽呢、啊。这么宽呢、啊？宽到我的那个面膜啊、口罩啊，还有我的电线全露出来了。什么名字都显示不出，哎，这就是我去九九五的时候的效果啊！你去炒土豆丝，你们那边的人只要饿了就好喜欢吃土豆丝，炸土豆丝、炒土豆丝、煮土豆丝。土豆很好吃哎，番薯，番薯我还好。快吃完了。吃东西很快的，这大口吃的样子真想截图。你截，我看你怎么截。7 days of torture, 7 days of bitter, and my girlfriend went cheated on me. She's a California dime, but it's time for me to quit her. La la la, whatever. La la la, it doesn't matter. La la la, oh well. 啊，la la la, 我除非是吃自助餐。要不我吃一般这种面的话呢，我大概10分钟我就吃完了，我吃饭很快的。此时此刻呢，从一个人吃饭的速度可以判断他做的是什么工作。一般公务人员不赶时间的工作的那种人呢，吃饭都特别的慢。然后呢，像一些服务业的话呢，他们吃饭非常的快。像我吃一个盒饭，台湾的一个便当，我吃只要吃大概15分钟，最快十五，哎，最慢15分钟。我吃过最快的饭，5分钟我就吃完了。师傅又去睡觉了，让他睡啊。好了，开播了。你不是说你不理他了吗？好啦，今天的宝宝打卡点心送送花啦，吃饱饭了。
哇，好热哦。